墓穴为何神秘失踪？因何有重见天日？春秋战国时代可谓是百家争鸣，那时在东周各国里最大的显学是儒学、道学等电影墨工上映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墨学越来越上心。但让人奇怪的是，墨家学派居然没有传人墨子生卒年不详，自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墨学真是就一点踪影也没有了。在近200年间战国时期展开过轰轰烈烈学说的学派，为何消失的无影无踪？甚至连司马迁写史记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莫迪宋之大夫单守玉未解用，连墨子这个人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定。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实属蹊跷。在一个社会中如此轰轰烈烈存在过的一群人物和一段历史，居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令我们怀疑。除了历史被人为的做了手脚，很难找出其他原因。墨子一生这数甚多，战国时期墨学兴盛，实据说有书籍三车，墨子天志天理说，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的言语不可禁忌，上说诸侯，下说烈士奇，于仁义则大相远也。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的起源时说，苏秦发书臣妾数十，墨子南游无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书颇遍且当。从这些话中可以猜想出墨家之作在当年的数量，但如此多的墨家之作到了今天只残留了墨子53篇，可重局面不能说不是封建专制文化绞杀的结果。电影墨工墨学类似中国先秦时期的平民共产主义，是封建帝王深恶痛绝的学说，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源远流长。而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从来就是短暂的，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的大约100多年即被统治阶层深恶痛绝。墨家为什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主要原因是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座巨大障碍，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得知有一部墨工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士族指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变成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往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垮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焚书坑儒，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这就是墨家神秘消失的主要原因。墨子当然在焚书的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牢固的建立，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和土壤了。墨学与封建集权专制是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关系，两者形同水火，是不相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只要有秦始皇就不会有墨家的存在。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中国，历史就会改写。
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另外一副样子。或许像欧洲诸国并立倡导民权，主张民主，文化科技繁荣发展，秦王朝和汉王朝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此以后中国走上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墨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后果，2300-400年前中国的一场民主政治运动，由于墨家被残酷镇压和消灭，终于销声匿迹了。墨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后果是使中国彻底告别了民主共和政治，这一政治思想在它刚刚壮大并形成规模时遭到了来自西部国家专制力量的残酷镇压。今天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来解开墨家学派如此消失的原因。